没有，怕耽误印刷的时间，所以没改。耽误也值啊！猛料，啊，这是何村亲笔写的原文。那太好了，日本人这一次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！马上把明天的头版头条换成这个。 再加上你的评论，捆成一束炸弹，一定威力无比。啊！等我跟厂长说一下，把印刷时间拖后。哎哥，你看这个，怎么这篇是日本议员写的？分明是被日本人调包了。 谁这么大胆，无耻！这篇文章幸亏堵下来了。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在帮小鬼子往咱们中国人头上浇脏水。刺杀赤眉亭是假，暗杀日本议员才是真，让日本人落下口舌，帮日本人对付咱们中国人。这个稿子一定有日本人参与。秋生啊，这件事你要写一写。 昨晚一宿没怎么睡吧？还行，迷糊了几觉。听你这口音，不像是上海人。我是济南人。济南是泉城。年轻的时候我去过几次。泉城多的是文人墨客，要说行伍之人倒是不多呀。是。高先生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前辈请直说，以后叫我天行就行。嗯。 应该是十几年前，我去济南府的时候，这个人在当地开了一家镖局，叫郑天镖局。我要找的这个人是掌柜的，叫高正仁。高正仁，正是家父。什么？是你父亲？是。 哦，难怪难怪，郑天镖局，郑天镖局，他命中有正，你命中有天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啊！这是郑仁兄最喜欢自勉的两句话呀。 那你父亲现在可好？ 民国17年，济南发生了53惨案，小鬼子用机枪扫射了郑天镖局，100多号人，一个也没剩。当时要不是我去了乡下的外婆家，恐怕现在已经没有我了。 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起旧事。就算前辈不提，这些旧事在我的脑子里面每天都会过一遍，跟小鬼子的仇，这辈子也抹不去。阿美，区长，啊，何村议员离开上海的事情。 我已经电告南京了。哦，这件事啊，我们做的还算是漂亮。<笑>哦，报纸还没来。如果此时报纸已经摆在桌面上，说明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并不算圆满呢。昨天晚上的事还是区长想得周到。何村先生，在你。 离开上海之前，我希望你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谣言最怕的是事实，事实不现身，谣言或许最后就真的成了事实。我想，我的意思，何村先生应该明白。嗯。
军人的武器是枪，医院的利刃是嘴。阁下的嘴胜过议员，你的意思我懂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嗯，请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把和孙先生的声明交给了《民国日报》的杨主编。不过，我还是担心。 他们有没有胆识给登载出来？这个《民国日报》是一家有良心的媒体啊，要不然也不会容忍那个中国喉咙，三天两头的在上面抨击时政，忠臣不敢谏，治世不敢谋，说的都是一些政客。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新闻人，还是拗不过自己的职业操守啊。 哥，你身上的伤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啊！你是谁呀？立春，叫哥哥。 应该叫叔叔吧。哎，叫叔叔的话，我不是被你占便宜了吗？跟我叫，叫哥哥。哥哥好。立春，哥哥问你，你上几年级了？我，娘说眼睛看不见，不能上学的。报纸来了。 哥，我想上学，找什么学堂啊？你眼睛也看不见，哪个学校能收你啊？啊，<笑>娘。哎，来，正巧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天行哥，我昨天晚上新任的大哥。这位是郑婶。郑婶你好。你好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介绍立春去学堂上学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因为我是学堂的老师，我可以帮得上忙。 我们不上学堂，咱不上学啊！我要上学，娘，我想上学。哎呀，上什么学？上学啊！你一个小小，你去上学堂，不让人欺负死，也让人笑话死了。我看应该去。哎呀，你看你们这，哎呀，就不说话了。娘，我要上学。来来来，我们进去。让我去吗？走走走走，进屋去。我想上学。看看《中国喉咙》的这篇文章，字字如刀。还有《中国喉咙》的这篇评论。 一针见血，我想，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吧。哼，什么中国喉咙、中国鼻子的，说什么呀？中国喉咙奉劝中国的刺客们，不要上日本人的当，成为他们的帮凶。哼，这帮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就知道唱高调，有能耐自己杀鬼子去啊！其实昨天的刺杀，就是日本人演的第一场戏。 什么？土匪袁学二将军对这篇报道很恼怒，斥责我们办事不力。当天，我们的文章被人偷梁换柱。 让大日本帝国颜面尽失，这个中国喉咙已经不止一次的把大日本帝国的脸皮撕碎了，我一定杀了他。不是要杀，而是必杀。而且你要越快越好，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中国喉咙。大佐没问题。
哎，慢点啊！注意伤口啊，回来换药。放心吧，前辈。天津哥，什么事儿啊？着急忙慌的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去办，我走了。哎，慢点啊！ 高爷，你，你，走吧。高爷，这就是你让我去杀的人。高爷，误会，这其中一定是误会。露了馅，你才说误会。如果报纸没有披露这些内幕的话，你还会说这些是误会吗？高爷，你想，我要知道内情，我还敢见您吗？我早躲起来了。你觉得你能躲得了吗？但当然不能。但是高爷，你想想看，你是杀手，杀人是你的本分。 我是中间人，我只签个谢搭个桥，这生意成不成还在于您呐。有的人是我一定要杀的，有的人是我一定不能杀的。你触碰到了我的底线，你知不知道？高爷，你看，咱俩合作这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啊？高爷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。你真的不知道内情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高爷，你看这枪是不是挪开？ 总不能因为这个你把我也换在该杀的人堆里啊！刀疤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小白鞋搞的鬼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接了这单买卖，左右不是人，这不，小白鞋也与我见面，估计啊也是兴师问罪的。高爷，你不能这样。 要是这样，真的坏了道上的规矩啊！啊，白夜，白夜。 白爷，你这样做有点太过分了吧？我刀疤论辈分是不如你，但在江湖上，我也是有地位的人吧？你请了杀手，失手了。如果不失手，我脑袋恐怕也落地了。你以为这样就不会落地了吗？要知道，江湖的规矩。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白爷，这报纸上明明写着是日本人雇中国人杀日本人。如果这事儿一旦成了，就说成是中国人去杀日本人，就会把这泼脏水泼在中国人的头上。你说这种买卖我们能做吗？我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，但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啊。 既然你接了这桩生意，就得利利索索的把它干完，何况你还收了人家定金呢。白爷，嗯，即便是我原谅了你这次失手，可是，嗯，哎，怎么少一个啊？白爷，这金条本来是给高爷的，高爷以为杀的是小鬼子，所以没要钱，没想到。 差点捅破了天，还弄出后面这么多麻烦事儿。那还有一根呢？还有一根。我刀疤吃的是哪碗饭，你应该清楚。哼，我总不能白跑腿吧？刀疤，你要知道，按江湖的规矩，事儿没办完，你得双倍返还。白爷，我想你应该更清楚，你在替小鬼子做事儿。 这叫助纣为虐。如果传出去，我想白爷也不能在江湖上混了吧？哎，就是嘛，白爷是明事理的人，江湖规矩在道义面前多么苍白无力呀！嘿，既然如此，你把这两根金条收好。 咱俩好说好散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怎么样？我不也是不知道其中这么多情况吗？哎。
你都听到了吧？我是清白的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的枪就不会挪开了。哎，是是是，是。报纸你也看了，杀错人是天行。人没杀成，还坏了江湖的规矩。天行哥，这回麻烦了。 我们应该帮帮他。爹，这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恐怕得他自己来摆平。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个能力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他父亲就不是个凡夫俗子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听天行说，他杀日本人根本就不要钱。哼，爹，这您还相信啊？ 我当然相信，他帮你帮新兰要过钱吗？那可不一样，我和新兰都是救他命的，一报还一报嘛。哼，那你是看清了人家。爹，我和天行都是杀手，这有什么区别啊？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不说了，我们的事还没干完呢。 爹，是不是雇主衰了？中国喉咙说得明明白白，这个池梅亭的的确确想当汉奸。我也打听过了，报纸上说的应该没错。哼，看在钱的份上，这池梅亭的脑袋，我一定会取下来。不管怎么样。 这边过去。陈先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好的朋友，你们必须保证有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药，保证他的绝对安全。好吧，我们会尽力而为的。不是尽力而为，是全力以赴。你们必须要保证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药在高级病房24小时待命。好。 新兰，新兰，他来医院了。谁啊？你脑子怎么不转弯呀你？喂，新兰，喂，怎么了？电话断了。你赶快去高级病房，那里护士被打了，你去顶一下。为什么被打？别问为什么，你赶快去吧。 记住，去了之后少说话，别多事儿。朱岩的是什么人啊？行了，别问了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去了就知道了。给你。高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你们继续玩吧。啊，来。怎么大白天的跑到我这儿来了？ 猎物可不分白天晚上，池梅亭。站住！手里什么东西？
不愧是任飞常啊，装备够齐全的。做戏做全套嘛。拿着。下车。还好，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有些疲劳过度而已。我去准备针灸。好，快点回来啊。连长。啊，那我们也去准备一下吧。好，去吧。给我看看。放心吧，没什么问题。我先送你回病房吧。怎么回事啊？不长眼睛，腿不好，你走路不看路啊？埋你！真是。好了，没事吧？哎，跌打科在哪儿啊？跌打科就在前面。哎，好，小心点啊！谢谢啊。新郎来了，快走。去杂物间等。杂物间？快进。人就在病房里面，日本人都是贴身保护和大下手。那我怎么接近他？这是结构图，你看一下。这是门。他是来住院的吗？只是来做检查，检查完就走，估计还有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动手啊！稍等一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月黑风高杀人夜。哎呀，先别说这个了，赶紧研究下地形图，真的很难下手。我还得赶紧回去呢，以免他们怀疑。要我看，等他们离开医院的时候。在上车前咱们动手，这可以是第二套方案。停在院子里的汽车离楼门口还有段距离，如果在外面动手的话，他的保镖会来的更多。那第一套方案呢？你做虚，我做实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是这样，病人的血压很高，我们给他做个针灸。这个事情我们经常做，能迅速减轻病人的痛苦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咋了？没事，来吧，我先消消毒。嗯，好。去洗一下。我去洗一下。Thank you.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有情况。啊，好了。我上趟洗手间。外人在，我方便不了。下面说一声，池先生马上就好。是。院长，辛苦了。院长，东西收拾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好，走吧。院长先生，今天咱们合作得很愉快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如果池先生今天在你们这里有什么闪失的话，那现在你们全医院的人就应该都陪葬。池先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他在你们医院落难，那你想想，你们医院所有的人是不是应该给他陪葬呢？啊，是。不能动手，快动手啊！不行，动手啊！怎么了？快走！啊，就这么便宜了那姓池的？总不能为了杀他一个人，把全医院的人都带上吧？可是我们已经收钱了，这是不讲江湖道义。江湖道义，我们当然要讲，可是不能牵连无辜啊！他能躲得过今天，他还能躲得过明天吗？只不过是让他的脑袋多扛两天罢了。哼，今天这活该，实在是太窝囊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就是我去。也绝对不会出手。天行做的没错。爹，天行哥一向干事很痛快，但是今天有顾虑。要我说，把池梅亭和日本人一起送上西天，看他们还找谁去报复。做事缜密一些总是应该的，何况还关乎那么多条人命，不能拿此事与日本人博弈。这次要是没有天行与你同居，还不知道能捅出什么篓子呢。爹，你才跟天行见过几次面，就夸他夸得跟花儿一样，到底谁是你儿子？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这双眼，要是有一天你能一眼看穿一个人，我就放心了。现在要杀池梅亭不容易，你们在上海北站惊了这条毒蛇，再杀就是难上加难了。爹，这么说这人还杀不得了？当然得杀。现在我们有了天行这个同道中人，池梅亭算是在劫难逃了。先生慢走啊。先生，请问您有预定吗？
啊，没有啊，这边请啊，请。嗯，先生需要什么服务吗？我想要点。你们海报上的满优小姐唱一首歌，可以啊，就是。够吗？您等着。有人点满优的歌。点谁？满优啊。满优？给多少钱？3块大洋。都学着点儿，满优啊，有客人点你的歌，价钱还不低，3块大洋呢，赶紧的，姑奶奶，请。嗯，行行行，你拿一个。哎呦，满优啊，好几口子人等着我养活呢，姑奶奶，赶紧来，哎。哎呀，兄弟，不是老大，你饶命啊！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先别管了，我给刘爷唱就是了。把你想唱的留到以后跟我唱吧。以后在这儿再遇见你，我这刀可不长眼睛啊！是，大爷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以身相许。有事儿啊？啊，请问中国喉咙先生，他在吗？他正忙着呢。
哎，你等会儿吧。谢谢啊。今天麻烦大哥了，两次劳烦大哥解围，满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，大哥请收下。哎，满悠小姐，你这不是在骂我吗？能跟你交个朋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是我高攀大哥了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只怕大哥会嫌麻烦。怎么会呢？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没事，来，上车吧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。坐稳了。嗯。走了。停车。哎，你先别走，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好的。都说了，你不用来接我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嫂子跟我说，小家伙啊，一个劲儿的踢他肚子呢。又踢啊？这么调皮？嗯，一定是个儿子。走，快回去看儿子。嗯。人一出来就在报馆附近动手，让那写在报纸上对大日本帝国不友好的人都长点记性。是。记者不要动枪，得手之后赶快脱身，不要让别人看到。我在前面那条街口等你们。是是。对的，杀一个书呆子，叫他们俩去吧。是。你们两个去吧。是。哎，慢点啊，坐稳了。大叔，哎，他还没来啊？还在这儿啊？他走了。我不是跟您说好了吗？他忙完了，您跟我说一声。哎呦，你看我忘了，是不是刚才那辆？对对，就往那边走了。就这么多吧。是。今天动手的一定是日本人，我看他们使的是东洋刀。哥，你的那篇文章真的激怒了他们。宝贝儿啊，今天啊，要不是你姑姑暗中派人保护，把这条性命啊可就交代了。就是啊，幸亏江盼妹妹，我没有保护啊。哥，那个人不是你们报馆的人吗？那是报馆，又不是武馆，不是你派的人吗？
那这个人会是谁啊？既然他今天能救我们，那以后一定还会出现。对了，家里面这几天你们就先别住了，去照相馆避避吧。不行，那是你们行动组的大本营，我这样这么扎眼去了反而害了你们。没事，这里挺好的，放心吧。长河夕阳，倒映出多少折戟沉沙，古道老树，道不尽几度雪夜风花，庭院深深，只留下一盏昏鸦。长河夕阳，倒映出多少折戟沉沙，古道